教友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但愿我们向您呈上的这些礼品，促使我们心灵纯洁，行为热心又心，准备与你一同度天上的生活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众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我们原是在你内生活、行动和存在。我们生活在此城市，不但每一天体验到您慈爱的温暖，并且已经把握了永生的保证、圣神的恩赐。您借圣神曾使耶稣死而复活，并带给我们确切的希望，因为奥迹将来也必在我们身上完成。因此我们虔诚感谢你，并随同所有天使宣扬你的德能，同声欢呼。Thank you.
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。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，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，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。你高举他，使他坐在你的右边，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，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，感谢了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新的礼好敬，圣赐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都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，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而为义。上主，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、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德中热气完善。求你的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安息我们的亲友，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怜我们众人，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教友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、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、圣女小德兰、圣方济亚西西、圣若望维亚奈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，并灵和生生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